现在眼前看到这处建筑啊，应该也是一个清代的老房子。你去山上？那儿它造的这个碑才开起来。哦。我们现在跟着大爷啊，咱们进这个院里看一看，这处清代的老院子保存的怎么样？这就一栋。嗯嗯。这就是比较法的，右边房，这右前两家，就这样建筑了看。人家就历来沃来了，历来沃来，绿蓝沃蓝哈，一般的近很近的，真的过去有钱人家就不一样嘛，对，盖房子的早就拆了，早就拆了哈，他烂房都不行了嘛，烂的不行我就拆了，这现在是三眼窑，正房。这个正房保存的还挺好啊，正窑。窗户不是以前的了哈，不是原来的，都是我盖了，黑的不行，原来的我就是胶囊，好好那些的。你看，的都是这，原来都是这窑子的。都是这种的。它不是一个窑儿。一个房子都能给盖的黑的不行啊，黑的不行的啊，你都给改了啊，改这个现在你做伙房了啊，做厨房了，伙房，做饭在这个家啊，原来呢在一老医生了啊，那是医生啊，以前是医生啊，村里的医生，中医啊，中医，这个你看这放的白灰放的这是讲卡房了啊，客房哈，这以前都是白灰的哈，对，东方的卡房这个门上也是带的这个锁了也有，你家所有的门子都是这种锁都是看，这个正房这个门就不是了哈，都是他盖有的，都让你给改了啊，都改了，可惜了。现在都是在窗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啊，这么快的个老窗棂。摔了。今天下雨下的。这是灯绳。没有女的。就你自己。哦。就你自己生活了一辈子。那时候还有我的二哥，都是寡公。都是光棍儿，都是光棍，一辈子就没结婚啊？怎么？那你今年？成问题。今年70、80了。我啊。74了。74了。74。一上年纪的人，你还能不是腰疼就腿疼，是吧？你把门锁紧点，锁紧点。不用锁啊？锁上些嘛，你一会儿出去不种地啊？不过村里头也没事哈，安全哈。在城里不行，在城里面你得关，得锁住门。这开着这正的。我们是出门必须得锁门。对对。那你二哥也在家了。行，进去看看。进我看，拍一下，看一眼。也要供那张，都也要。你看，要喝的，这不是今天下雨，上的都冷坏了。都黑了。现在生的火了，那你两个搭伙吃饭了还咋了？在一块吃饭，在一块吃就行了，就是，就老哥俩，就你们兄弟两个人啊，现在。现在，老大他那儿子在外头，老大不在了，其实呢，89是吧？那你二哥今年80？80多了。80多了。82了，81了。82、81了。这都一辈子没成家。这个位置是主院。外院。这是外院。那个位置是个古井。古井。现在还有水了里面。有。那这一片了，这一片是啥了？那的。砌的房一溜，那就是那古外讲了的玩意儿，砌的房嘛，他外头
后来盖的，他不听。啊，都是那种房子哈。嗯，那种房子，就那一零南房。啊，那你家以前也是有这个，这是三进院，让你这么一说，有三个院四个院了。哦，三个院了。三个院了嘛。嗯，大门，在这江龙大门就是外头院。里头院啊、哦，外院里院，仓公院哦，仓公院，应该这边应该有个厂院来着。嗯，厂院打谷子了，干啥了？哦，对，在就是，在中间的大大谷。对，这应该是个厂院。啊、哦，讨厌。那好了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